欢迎继续回到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这些年大陆的消费能力成长速度惊人，也培养出不少会吃也懂得吃的饕客。在山东呢，有台商引进了日本和牛的养殖技术，透过让牛只听音乐、做玫瑰精油 SPA， 把这个鲁西的黄牛可以说扭转乾坤，养成了一公斤要价台币4500的顶级肉牛。什么叫牛气冲天？瞧这就知道。说它牛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山东济南这家餐厅只卖牛，而且还是全大陆最贵的牛。我领我全国各地的客户来这品尝，都是 number one， 特别嫩。对，在其他地方呢，就是生吃我是不敢吃的。牛的腰油，抹上纯正牛油，呵护软嫩肉质，高温香煎封住鲜甜肉汁。菲力牛肉中的奢华极品，这里一公斤就要1000块人民币，相当于台币4500。菲力来说，菲力是整头牛身上最嫩的一部分，它油分较少，但是它非常软，因为它是在这个脊柱内侧的两条通瘤，也叫做这个里脊肉。至于这乐眼，油花分布均匀密集，如同大理石般美丽纹理，入口柔润鲜嫩，更是涮锅中一等一的高级食材。以为这是日本和牛吗？他们是架杠 Made in China。这边就用一个紫外线脱碱，针对鞋子鞋底做消毒。进场前先消毒，光是这个小动作就知道里头住的都是嚼客。他们是鲁西黄牛，以皮薄肉鲜、产肉率高著称，位列中国五大名牛。除了天生丽质，想拥有一般黄牛的10倍身价，还得靠后天加持。给牛做按摩的时候，能够让他的身体、他的血液循环能够变得更好，啊，这样子他肉质上也会起了一个很好的变化。做 SPA 手法超讲究，第一道除湿顺毛，跟着再用玫瑰精油按摩肌理，而舒缓心情，别忘了对牛弹琴。要聆听小提琴的悠扬，配合牛只作息、吃饭、喝水，播放的是节奏轻快的钢琴曲。你很烦哎，来来来，他就一定要把他吃光了再回来吃他自己的。来自台湾的谢良家，过去从事 IT 科技，5年前和友人集资1亿台币在山东搞牧场，转战农业。这么跳痛，原因很牛。我们几个喜欢吃牛肉的人，但基于喜欢吃牛肉，就想要做农业这一块，整套的科技我想不比鸿海的科技成分低。于是与日本技术合作，在山东复制和牛养殖经验，但门外汉踏入行才知道里头的学问可不比电脑程式来得简单。给种牛吃生鸡蛋补体力，天天观察牛只的饮食掌握健康，即便喝的是源自泰山的纯净矿泉水也不放心，得再经过5道过滤工序，甚至天冷了还要加温好生伺候。把一个普通的牛饲养成全世界最顶尖的肉牛，这应该是另外一番的成就感。外头养牛成本是6000人民币，谢良家的牛硬是要35000，贵了快6倍。好在这些年大陆消费能力成长惊人，专攻顶级高端客群照样供不应求。谢良家计划2年内从现有的280头扩产到800头，但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也能让台湾老家尝尝这超越和牛的细腻好滋味。